欢迎回到绿课堂。下面呢，就是很简单的对现在嘛，很简单啊。我呢，把这个接口 API 函数啊，给大家已经实现了。我呢，把这个框架给大家写出来，因为细节代码早就给大家敲过一遍了。比如说，取配置项的 value 值，是不是给大家已经敲过了？从读出这一行，然后呢，去除前后的空格，把这个值给提出来，是不是给大家讲过练习题啊？所以说，以前的练习题绝对不是胡乱给大家出的啊。那么 OK，现在呢，我们给大家搭个小框架。搭框架的时候啊，这么来哈。那我把这个舍弃它。你看我怎么搭框架的？那这个 API 函数不是已经有了吗？有了以后呢，就是咱 API 函数啊，我呢关闭它，关闭它。然后呢，我新建个项目，先搭集成框架啊。然后呢，配置文件读写是吧？小项目，这不是小项目啊，然后往下走，然后呢再往下来，往下走是吧？然后呢我们，添加新建项是吧？添新建呢，我们先写一个测试框架吧，然后呢 test 配置文件测试，集成测试是吧？集成测试框架啊，就是点 C 是吧？那这个点 C 以后呢？我们这样，井号一啊，那这个框架先搭建起来，然后呢，是下面呢，我们开始兑现代码，把这个点 H 给定义出来啊，config op 是吧？点 H 是吧？然后呢，这个地方我们来把它写过来啊，这个是让我们你看它这个接口啊，我已经敲过了啊，输入文件的名字，输入关键字，输入一个，哎，输入文件名字，输入一个关键字，对不对？输入一个 key，输入一个 value，然后呢，这个 value 里面，它就把这个 value 传统也给搞进来了啊，来，这是获取啊，这是获取文件，获取啊，获取配置项，获取配置项啊，然后呢，下面是那个写配置项啊。写配置项啊，写配置项的这个时候呢，输入文件名，配置项的名字，然后呢这个 value 值是吧？当然这个可以不用啊，可以不用，这两个可以不用。然后呢，下面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，那把这个变成一个接口，如果，如果没有定义那个 config op 啊 h，然后呢是吧？然后呢，避免重复包含，定好 define。如果没有定义，那我们静好 define 是吧？静好 define 啊，静好 define。然后呢，把这个东西啊，如果没有定义，是不是得把它放在这里啊？是吧？然后呢，我们把它变成一个 C 语言规范的接口。如果变成 C 语言规范的接口啊，你这么来，找到这个Studio 吧，然后打开这个文档，然后呢，这不是都有吗？是你就是说它粘过来行了。然后呢，把这个这句话是吧？这是如果是 C 加编译器，请按照 C 语言的规范给我引用这个点 H，点 H 文件这个函数，然后再把这一块给搞进来。啊，这东西都不需要敲，你看都有代码嘛，那粘过来就可以了哈。你看我怎么用的，以后呢，你按我这方法去使用就行了。这个东西不需要背下来，当然了，你见得多了就可能背下来了哈。那么往下来，多看看这种底层代码哈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再把这个点 H 啊，怎么给搞进来，是吧？要畸变一把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把这个点 H 搞进了，下面的来个点 C 吧，打个桩，啥意思知道了吧？打桩写空函数是吧？然后呢，我们来一个 config op 点 c 是吧？OK，然后呢 oc 点 c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桩函数的原型啊给拿过来是吧？函数原型拿过来以后呢，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呢，我们再井号一，然后呢去掉啊，去掉，然后把函数声明啊改成函数实现是吧？然后呢等于零，OK，然后呢粘的时候从这里粘，看到吧？把这个回置换行给粘过来，看好了，把回置换行粘过来，然后呢替换。这样看，啊，是吧？
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啊，要注意，提高你的工作效率。然后呢，OK，现在是不是我们把这个集成框架给搭建好了？集成框架搭建好以后，剩下工作是不是先写测试程序啊？然后再填空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我们写测试程序呢？写测试程序呢？这个测试程序啊，你可以先写个界面，一个 for 循环，这样是吧？在这里边呢，定一个变量，ins choice，是吧？CHOSE 啊，然后在这里边，scanf 是吧？那不停的接受用户输入呗，然后呢%D 对吧？很显然，它要把数据输入到 choice CHORCE 是吧？然后呢输入到这里是吧？那这个内存属地址吧，别忘了，这个是为什么取一址的，明白了吧？你看这个函数是在被调用函数里面去修改13的值，在被调用函数在这个 scanf 里边，去修改这个13的值，是不是应该把13的地址扔过去啊？一指那点用法是吧？然后呢，下面呢就是来个 switch 吧，switch 有了吧？switch，那我们这样 switch 它吧，switch 它，然后呢等于一，我们干嘛是吧？一是写到在这个地方吧，然后呢再来，然后再来，是吧？等于二干嘛？等于三啊，等于零退出是吧？default 是吧？default，然后呢这个零也退出，default 就这样吧然后下面的这个下面呢？应该一个显示才对啊。然后呢，scanf，这边应该有一个显示个菜单，菜单是吧？显示个菜单应该就是我们看我们刚才效果，我们也知道了，就是我们就是显示菜单吧，m1 等于 u 是吧？前面菜单，是吧？那这个地方，那重新来回吧哈。那你可以这么做一个华丽的分割线啊，选个 n 出来的。然后呢，同样道理，这个地方表示结束了啊，就是，然后在这里边，行，测试写配置文件是吧？然后呢，再来。测试读配置文件是吧？测试读配置文件啊，读配置文件。然后呢，这个往上一套啊，一调是吧？这不拉出来了吗？你函数要会用啊，那这样是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，那剩下去调这个调那个什么吧，调那个我们调我们的业务嘛，调我们业务应该把我们的业务层给包含进来，对不对？你看我怎么写的，我是怎么知道分层的？这是你第一次带大家敲这么一个案例哈，搞进来。然后呢，下面是不是我要写这个测试案例啊？测试案例我准备这么写哈，我准备这么写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我写一个测试框架，test world test 啊，test config res config 啊，t 这样 t res，那如果简单的话，我应该这么写啊，把它拷过来。拷过来以后呢，你看我怎么组织材料的哈？那这个是 ins，那我就是加个 t 写 res get 这是获取吧？如果就是读配置文件，然后呢 t 是 test 的意思啊，t 然后呢 res 啊 res，然后呢这个我们就不要了啊，就不要了，这个呢也不要了啊，然后呢这是基础之上啊，然后呢把这个框架。搞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框架，这个测试项就调我们这个里边这个函数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写配置项啊，比如说写配置项，就是写配置项的时候，我们这么搞，写配置项，对吧？然后，我们先屏蔽它，OK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个像 return 吧，return 零。我们先不写细节，先把那个框架给搞出来。那这个写完以后呢，我们再看一把哈，这个地方我们写完以后呢，我们调它，是吧？那就是选一的时候加上一是写吧，一是读是写，一是写吧，一写
配置项是吧？写配置项你一的时候你肯定是调它吧，出来了嘛，是吧？你看它怎么分成的？然后呢，那个读啊读，然后它读一是写啊，二是读啊，读配置项是吧？读配置项搞完以后。搞完以后呢，然后有了零是退出吧，零是 ESRT 吧，那你 return 也一样啊，return 也是一样的啊，其他默认也是退出啊，然后呢 F7 变一把，我们看有没有错误啊，safe password 我们搞一把，然后呢这个框架不起来了嘛，然后呢这个加注释，然后 F7 变一把，OK 跑一把，哎，你看，因为挺好吧。然后呢，这个还不好，那个零退出啊，那应该显示出来啊，应该显示出来是，零退出啊，零退出，写配置文件，写配置文件是一是吧？一，二啊。这其他退出零和其他的退出啊，那这么清晰比较清晰了吧？比较清晰了。然后呢，F7 变一把，过一把，你看就出来了嘛啊，一要写啊，零退出啊，然后当然了，你在这里边写上那个测试完毕那个测试项绿灯测试通过就可以了啊。那这样的框架也有了吧？框架有了，下面呢我们再搞什么呢？搞它，比如说写配置项。写不上就调这个函数吧，调这个函数。那调这个函数的时候，你这么搞了，然后呢，输入一个文件名吧。文件名呢，我们可以这么搞，进化 define，进化呢 config name，是吧？那个 C 盘下45度的，11.kb 啊，my config。点 i 是吧？然后呢，这个呢就搞定了呗，是吧？这个传进来，主链函数分别内存是吧？这个呢是配置项的名字吧？配置项的名字你可以从键盘获取吧？你看这相当于你要分配内存吧？你要先分配内存，那分配内存 item name 吧？name 啊就是 name 吧？name 这样我们搞一把，那个1024是吧？那它不可能这么大，当然了。你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习惯，对你申请内存空间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啊，OK 吧？OK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一把。然后呢，这个是value 吧，value，然后呢，value 是吧？然后呢，也1024，然后是提前分配好内存啊。然后呢，这个你看，反而写应用啊，用到了基础，并不是说很多的多级指针啊，是吧？二级指针、三级指针用不到。那看这个是长度都先不说了，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从键盘获取输入呢？你从键盘 s 这样 please 请键入 name key 啊，请键入 key 啊 key，然后呢，是吧？然后呢这个呢加个小效果会好一些啊。然后呢这个地方 OK 键入s 吧，s c a f 是吧？然后呢，这个地方我们就是name 吧，小写啊，然后呢，name，这个是%S 是吧？%S，然后呢，这个是 name，搞定。然后呢，同样道理，我们再获取 value 吧，value，它，然后呢，我们这样呢，我们那个案例啊就越来越接近实战了。在项目开发里边啊，就这样的。OK，获取这个输入以后，是不是我要调这个函数啊？把 name 主链函数分配内存，那你分配好内存了，并且获取 name 了。然后这个呢，这个 value 是吧？key 是吧？value，然后呢，把这个 value 放在这里，是吧？当然这个接口啊做的不合理，这个 value 长度不需要要，对不对？它要就要了吧，反正我们就是一轮接口增上。那这样搞进来是吧？这样呢，我们调别人的函数是不是要这样？就这样，然后呢，RET 不等于零，那判断个错误是吧？然后呢，print f 一把，搞定。然后呢，下面是这个地方啊，是吧？error 是吧？然后%D 是吧？把那个错误码给搞出来是吧？
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加一个弦 n 表示一个换行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看这个 return RT，你看都很清晰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冲码搞起来啊，把底层冲码搞起来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这个地方我们 RT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写 HTML 这个测试案例就写好了，是吧？这样我们就是我们就是这么开做开发的，在项目里面啊，做开发以后呢，我们再来一个读配置文件的吧，就是写配置文件的写配置项。那我们同样道理，代码是可以复用吗？复用。那我们准备写配置项，往这个地方写啊，写配置项。同样道理，我们写那个读配置项啊，读配置项，读配置项的时候，我们看怎么的，那就这样就不需要建入了，那需要建入一个 value 值吧，建入一个 key 值是吧？请输入一个 key，请输入一个 key 以后呢，我们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是 res 吧，那打开我们的 res 接口，读啊 get 啊 get 接口，get 的时候我们这样哎获取是吧？输入一个文件名，输入一个 key 关键字，获取一个 value，那加这个地方就不是了，应该获取一个长度吧？获取一个长度，那我们搞一把 value len 那就 len 吧哈，v len 啊，len 等于零，莫出啥等于零啊，出啥等于零，然后呢，它不见也是美观啊。OK，那这个地方，在被调用函数里面修改十三的值，对吧？那很明显是吧？那这个地方我们看一把。啊，OK，那 guess key guess 这个也没问题了，对不对？也没问题了。那当然了，我们呢，测试 FTP 一把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打印吧，print f 一把，print f 一把 value 是吧？等于 s 那 n 那要把这给打出来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呢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哎。就把这个基本的模型啊给搭建完毕了，是吧？基本的模型给搭建完毕了。当然呢，这个地方呢也可以这样，%S 等号，%S 把你输入的哈给搞出来，name 逗号 value 啊，你的输入是这样写吧。的输入是啊，那这样的话你看很清晰是吧？OK，那我们的框架集成框架也写好了，集成框架写好了以后呢，我们再都是这是那个打了桩吧，打了桩，OK，欢迎啊，然后呢写 key 啊，然后呢再来 value 是吧？你看是吧？你在这框架也没了吧？零退出，搞定是吧？那。我看，有没有什么毛病啊？有没有什么毛病？看一下，value 输入完以后呢，是循环获取。那这个 value 应该是这样，放在这个 for 循环里边哈，for 循环里边，每次都要显示菜单码，这样 F7 变一吧。然后再搞，是吧？输入一，然后呢 key 一，然后 value 一，那它就，然后呢再提示是吧？再提示，这样就。下一次这样的二测试读是吧？可以是吧？这样再读出来啊，后面这个不是一零接不出事啊，就这样零退出。OK，这个框架搭建完毕了吧？所以说呢，我们大家必须要动手练，练到什么程度啊？就我给你这样一个分析的过程，把这个 C 语言变成一个工具，解决问题啊。